的一个概念。亦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个口号不少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吴嘉文全速中心，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是不是要练舞要跳舞啊？真的，我们都已经没有凳子坐了，一看这样子就是有大的动作。今天是确实是练舞，但不是练舞蹈，是要练武术啦哈。那么首先介绍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嘉宾呢，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来自于泰山武术学校的徐硕教练，徐老师。杨硕教练，杨硕教练，嗨，早上好，杨硕老师早上好。哎，其实今天呢，这个杨老师来给我们带来了包括我们泰山